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许多美眉都曾因跟大牌艺人合作而爆红出道，甚至还有绯闻恋情。今天四位跟大牌合作的美女，谁是下一位天王杀手呢？认识不少偶像天王的艺人朋友，正要说说当天王杀手需要具备哪些条件，会不会又爆出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？我兴奋，我春晚，小薇，大家好。哎、hey.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儿。蜜儿，好，首先欢迎魔幻力量。哎、hey.。谢谢，不是魔幻力量，来魔幻力量，请问一下你们的歌的是什么样的曲风？我们比较是嘻哈加摇滚。哦，哎呦，很厉害，那很屌哎，双主唱，双主的主唱是哪两位？我们两个。OK， 那后面全部都鼓手，对。全部都鼓手，另类啊，另类啊，打太极鼓。OK， 其他是谁？群的。吉他手 Hello 雷宝，然后后面我是贝斯手凯凯，贝斯手，然后阿翔是鼓手阿翔，阿翔，听见了 DJ 鼓鼓 DJ， 应该鼓鼓叫，对啊，鼓是打鼓的，对，我以前是打鼓手，哦，你以前是鼓手，他是鼓手，对，我们这里有三个鼓手，对，嗯，四个，你们哥也是鼓手，没有，我是算我自己的。你们可不可以清唱一段？ What a beautiful night， 今晚我当中谁要是个手机读个真爱，说好了我的真心借你加码不用换，从最巧合的面子上你不用太见外，大风吹什么吹，被幸福撞见的人，面对面的我们交换的是好感性的爱，深的建议但瞄准一生，就是最爱一个差是南非还是南舍南分，我跟你跳路嘟嘟嘟一拜，我被你围堵嘟嘟嘟上最爱，我要你目睹嘟嘟嘟到最爱，哇哇啊，这个就是你们有我们那个台湾的乐坛又带来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曲风。你们里面有唱情歌吗？有慢版情歌，有是有慢的歌，来两句嘛。啊，等一下叫你喝酒。对，他家喝酒啊，唱完了喝，忙唱的，唱歌的喝酒。KTV 啊，来一杯，开始。好。如果明天世界末日，短暂的一生到此为止，回镜之前我会试图找出梦想的极大值。如果明天世界末日，就只剩下的最后24小时，教会每一件爱你的事，会是我最后唯一的坚持。你们的 MV 为什么要请我日本马子？日本马子是苍井空哦。苍井空 ，Oh my god！ 对，我们的朋友了，很多造型我们都看过。对，解释一下。第一张专辑其实是公司给我们的惊喜，这样。我们拍这首歌叫《时间倒转》，然后那时候女主角其实是还没确定。对，然后公司想给我们一个惊喜，然后到拍摄当天，然后跟我们讲说是苍井空。哇，没有昏倒吗？作品也要签名吗？啊，什么作品？就是他的作品。很多作品，他很多作品。对，哦，很漂亮，他很漂亮，漂亮。你们有常看他的作品吗？啊，我常看。最喜欢哪个系列？如果说没有看过，真的是骗人的。而且我们知道他其实现在也很跟很多那个潮流的东西合作的。对，你们日本现在有一个团体，就总共有40几个 AV 女优要出唱片。哇靠！就是要对抗 AKB48。真的？你们这个团下次把他们全部请来吧。对啊，他们过一阵子会来亚洲宣传。哇靠！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服饰有跟 T恤，日本一个那个 AV 的公司，他们旗下90几个 AV。所以说我们过一阵子你就会当来喽。我尽量跟你。好，蜜儿，我们接下
要讲什么？他是新一代天王杀手接班人。哎呦，其实今天的来宾都是跟天王都是好朋友嘛。NONO 不用话，不用讲，很多很多个，很多。对啊，吴宗宪嘛，今天一人爆一个，你们歌手啦，一人爆一个歌手，宪哥也是歌手哎、欸，哦，这早期的，他是算是比较综艺的啦，对，對你小猪啊、信啊、豪哥啊，对啊，坤什么都跟他们熟，宪哥你爆一个啊，天王朋友，天王朋友，嗯，头中康啊，没有，现场以外的，对啊，现场以外，跟你拍过戏最屌的。对，跟你拍过戏最屌，跟我拍过戏最屌了，宫泽理惠。我还不就那几个，陈升500，500，我跟你讲我谁，港戏的刘德华。哎呦，魔幻力量，你们的朋友是苍井空啊。是那个天团师弟。谁？我们是五月天的师弟。今天我们要介绍天王杀手，就是连天王看到他们都动不了。嗯，请问 NONO 要当天王杀手，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就是我觉得脸皮要厚一点。啊？哦，对对，而且要装傻。哎，对，还有一问三不知。对对对对，明明就从他家出来。嗯。没有，我没去他家，有没有？经过而已。配合度要够高。对，因为我朋友，我不知道他住，我不知道他刚好住在那一栋，我就去找我的朋友。我是去七楼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他住十几楼，我怎么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找屈中恒不是找他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都虽然都住桃园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要跟很多天王拍过很多作品，嗯 ，MV。然后对，私底下要是那种好，变成好朋友这样子。嗯，可是这一公开都没有，就是只有工作上见面，私底下没有联络。对对对，游戏规则要很清楚、嗯，这个是最好的。这种口风很紧，我们是特别欢迎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那NONO，你有没有一个 MV 的女主角让你觉得哇，好漂亮？场景哦，不是，对，因为很多女生拍起来都很漂亮啊。嗯、我觉得那个曾凯旋拍起来很漂亮。曾凯旋，对不对？曾凯旋，张钧甯拍起来也很棒。对对对对，桂纶镁，你看这都很清新，对不对？拍起来都很棒。桂纶镁，他们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气质。对，曾凯旋是我大学同学。哦。我觉得要有一个特质是要有一点神秘感，是因为常请假都不来，然后问他去哪里。奇怪，美女都常常很忙，都不见，很少看，就神秘嘛。对啊，但他也没看到作品，但是就是很忙，就是很忙，对对不对？这就是有天王杀手的这个条件特质，对不对？神秘，就是没事也要不去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为了神秘这样。但是他有顺利毕业吗？好像也是跟我一样念蛮多年的，因为都没有去。那你跟人家神秘什么的？因为我也想要当天王之类的。很少贝斯手这么神秘的。那你们的 MV 怎么没有想到曾凯旋过呢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比较不一样。他们还是选择了苍井空。我问你们，曾凯旋、苍井空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苍井空。开玩笑，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天王杀手，新一代天王杀手报道，美貌绝对令人惊艳，美女好天真，傻傻不知社会险恶。你拍过沐浴露广告？嗯，拍过。会不会担心？都还蛮尴尬，就是因为也是这样子，就只有用泡泡。你也不贴胸贴？没贴胸。那个贴得上吗？不是，他讲没贴胸是没贴胸。帅气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不会有人是想要，因为大家都泡泡三角。国光帮忙。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天王杀手王新田。哎呦！哇，王新田你好。你好，请先好请先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田。嗯，请问你多高啊？176。哦，讨厌啊！东西啊，人家高你就不让人家讨厌啊。那曾经做过些什么作品？拍 MV， MV 比较多，然后周杰伦。哦。还有嘞。然后黄立行。啊，真的都天王嘞！哎，他有林志玲的感觉，他好像有这个号称林志玲的接班人。
有些人说。哎，我们先看看他的作品，请看。杰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从高中的偶像哦，然后就没想过可以拍啊。那谁最好笑？最好笑吗？黄立行，嗯，因为他一直他会一直模仿黄立行，你看。哦，对，有这样，就私下的时候他会一直搞笑。是，对啊。那李玖哲嘞？李玖哲也会搞笑，但是他会比较。老实一点，嗯，他很慈祥，对，但是黄立行可能就会皮的，对，会一直故意好像要吃你豆腐，但其实他都是开玩笑的，对对对，哎，这干嘛要开玩笑？玩笑是浪费，那怪叔叔就对了。你在荧幕上尺度最大是做到怎样？尺度最大，我只有拍照，拍照会有背部全裸，对，正面，遮住的，吓死人，然后就是说现在是。上半身全空，然后双手这样遮住，就是单手的。哦，好大胆啊！对啊，然后就这样，王俊杰干嘛？我就放下来，干嘛？哇塞，那应该做一些保护措施吧？嗯，胸贴啊什么的？因为我一般都是在拍照或是在秀场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模特不喜欢贴胸贴，我不要，是不是？不是自然。哦，对，天王杀手。我最近有个广告，是也是需要非常自然的，嗯，如 18 的。啊，真的，好不好？你也可以。你们上真的假的电视广告？没有，我自己拍的。对啊，我以为哇 ，A 定要拍广告。对啊，真的。可是你这么高啊，应该跟艺人配起来比较麻烦哦。嗯，很麻烦，就是都不能穿高跟鞋，像周杰伦的，我也都是，不然就是爬，不然就是躺。哦，要不然就坐着这样。坐着，绝对不可能站着面对面的这样子。所以这导演就厉害了，不管他自己高也把你弄成一样高。对，自己是导演，自己导演。那如果是姜文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到现在啊？哦，没有，我永远都在楼梯上面。二楼跟一楼，一楼二楼这样表演。OK。请问一下，有那种那个艺人跟你搭讪，跟你要一些电话，讲出来没关系啊。对，有吗？会有，可是他可能都是礼貌型的啦。谁会不礼貌？对啊，对啊，谁会像陈伟明一样啊？对啊，等位等位，故意好等位，故意好等位。电话，对，会要啊。会要。可是他会说是要传照片给你啊。传照片给你干嘛？就是可能刚在后刚刚拍的一些合照。这一招，把我们三个的电话都拿出来，狂照是吧？没关系，我有手机帮你拍。不必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在 APP 里啊。不要，对的，就是 APP， 对对对，用美招，对不对？你拍过沐浴露广告？嗯，拍过。会不会担心？那时候还蛮尴尬，就是因为也是这样折，就只有用泡泡，然后但是全部就大家都在看。但你也不贴胸贴。没贴胸，那个贴在上吗？不是他讲每天就是，那是帅气。而且我觉得那时候不会有人拍很久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等泡泡散掉了。等一下，你说那时候不会有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不会有人用有色眼光啦。那你没说，全部都是啊。美女哦，其实她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才华。哇塞，对，因为我以前在学校是学 3D 动画的，然后因为这几年可能一直在走秀，然后就是这个，她只是装盘。哦，本来是这样子。哇，哎，你的画有点 Picasso 的感觉哦。就是，现在在筹备一个插画书。是哦，插画书呀。是。你有看吉米的画作吗？有，也很喜欢吉米。对，是风格有点，对。对啊，这好像我有那么胖吗？你这个想法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怎么会故事吗？对，怎么会在头顶？故事就是我有一阵子觉得我自己发生很多鸟事，
然后怎么挥都挥不去，所以就是头上一只鸟，对，一般那个鸟要画在肩膀上。On my head， 肩膀。那我就觉得脑袋很重，很多鸟事。哦，那现在还有持续在画？有啊有，这个月都一直在画。一直在画，就是你什么时间在画图？就是秀结束之后就画图，回到家。哇塞，休闲娱乐就是画图，对，哇，真是太棒了！你看这种才艺是一般女孩子没有的，可能就是喜欢画而已，其实也不是真的很会画。他这个画拿出来，那几个小天王不就挂了？哇，真的，对，马上天王就帮你开画，真的。好，我们这个非常谢谢你，这么漂亮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 MV 可以请他拍吗？就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了。哦，很难哦，因为一切都在于吧。对，要先克服我们身高的问题。对，刚刚你这个蛮高的吧？我才177而已啊。就刚好最高一公分高三，叫177。徐哥这种身高都不怕了。对，你们现在谁最高？阿翔，阿翔站起来最高，可是他鼓手又坐着。没关系，你站起来，我们看看。Stand up。哦，可以。可以。不能正着打。他可以去当男主角啊，也可以啊。对，好，就麻烦 No 哥。好，哦，也 OK， 没问题，太好了。今天我们就特别给你们介绍这位美女了啊，欢迎第二位张景兰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景兰。景兰你好。你好。景兰现在还在念书吗？刚毕业，刚毕业，哪里毕业的？台湾艺术大学。哦，台艺大。台大。OK， 请问你身高多少？170。170，刚刚好。对不对？高了一点，但是还是比胸很高。高了一点，两公分嘛。对。请问一下，你跟什么样的大牌合作过？就是有在《全民最大档》还有《综艺大哥大》。对，综艺大哥大，听说飞哥，听说是飞哥，每次都清点，希望他每次参加录影，对不对？是哦，就是之前有哦，飞哥啊，厉害，有点林慧萍的样子哦，有吗？会不会唱林姐的歌？不会，林慧萍那个来不及了啊，人家现在跟那个啊老师在一起。老师。辨别演艺圈地位，方法好奇怪。所有的show girl都穿比基尼跟牛仔短裤。是。然后那大哥就说，你不可以穿牛仔短裤，你要把裤子脱掉。啊。只能下面是三。这么多的所谓我们综艺界的大哥，你觉得谁最亲切？觉得谁最亲切？讲话小心啊。曲哥。啊。现在是第一次见面吗？他觉得亲切啊，有没有见面不重要，所以台志远很凶。台哥还蛮凶的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就是他只要就是现场出点状况，他就会破口大骂。便当不好吃，他也骂。对，然后就会还会带一点国骂。哦，那一定。对，然后他没有杀他，什么东西啊？谁要杀他？对，慢慢来嘛，没关系了。对啊。不喜欢吃香菜，然后哦对，不能，千万不能，我那天拿香菜丢他翻脸。因为我们每次节目一定有那个东西啊，他一看香菜，没事，一直骂着我拿着，不要问了。他觉得香菜很臭，而且连讲都不能讲哦。是啊。不能讲香菜，对你讲香菜，生气一下，很好玩。谁最关心你？哦，白云哥。下流，肮脏，退，抓到了，下来了，而且又是那一招，啊，妹子啊。什么时候哥哥请你吃个饭？有没有？妹子，要不要坐摩托车啊？对啊。对，就说妹子，哥哥可以带你回家。你看。哎呦，白云，白云，你身上都有汗垢了，你还好意思？那请问跟飞哥合作是什么样情形？飞哥合作就是，比较紧张，因为他就是不跟你 re 稿的。对，哦，现场来的。对，现场来。然后有一次说，哎，是谁要跳舞？然后就说，哦，我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是要跳给他看，还是跟着大来宾一起跳。结果我一出去，他就说来教现场所有来宾观众一起跳舞。对，哇，那就傻了，对。然后我就是硬上。哦，你会跳舞？就是那时候。跳什么呢？没有啊，那时候。
九孔面临过？就是有一次，不用给啊，是杨洋大哥嘛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呢？对，然后、就是、他是巨星的现在。是对，他是电影明星。对，电影明星，他自己讲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不给他面子？就是有一次他约你出去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去高雄工作，然后我也要去高雄工作，他需要四个 show girl， 然后他就说，小兰你有没有空，就是来当 show girl， 然后钱很多，然后我说，可是孔哥不好意思，我那天刚好也要去高雄，可是是做别的工作，已经答应别人了，然后他就说。他的钱有我的钱多吗？你根本就是不给我面子。哎呦！然后就在化妆间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。然后说不好意思，就是我已经公司已经帮我确定了。是。他说、跟你们经纪人讲一下。我说可是那个档期好像已经固定了。对。然后他说这个什么态度、啊？九孔，你虚伪，你需要人，我办一下就去了。你是、对不对？我再怎么办也比你每个月给他推荐啊，就是其他的拍。对啊，你公司其他的人，有人说我帮你调几个。对。干什么？就因为他们公司一定很多，我要帮你送来。对。对。后来那天也蛮尴尬，后来就同一场。那天就是他说完之后还蛮尴尬，因为原本以为只是他就是说一下，就后来他大概说了三四次。所以说他是真的动气啦，就是还是半开玩笑的。他有觉得为什么有什么好不能去的？就是他觉得他的钱比较多，的确是他的钱也比较多。他可能要对啊，希望就是钱让你赚这样子，对的，对，就是也算是照顾了。对对对。那阿 Ken 跟纳豆对你就约看。有啊，然后他说那你去哪一间跳，然后我就说了一家舞蹈教室的名字，舞蹈教室，然后他们就说切、okay. 我以为你是去哪一家夜店、他们很失望对不 对, 对，你下次他问你在哪跳，我就在康哥旁边跳舞，他们就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他就会找得好，对，不会，他们只约一次吗？还是一直约？有问过两三次那我帮你回答，纳豆阿 Ken 他们都在我旁边跳舞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还有一些在工作上让你不舒服的状况吗？就是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，就是见过面可是比较没有那么熟的艺人，然后可能之前有见过，他就会说，好久不见，抱一下。没有，很常见，但是还是抱，对，大部分是男生，对不对？谁啊？讲出来，这个下流，这样讲出来。一定是男生的，没有，男生，姓什么？艺人吗？不能讲，通告艺人吗？不能讲，不能讲，是通告艺人还是主持人？都有都要抱一下，都是就他是都是、哦、他都我跟你讲，他败类是无处不在的，对啊，就他名声被他们搞坏，他就说好久不见抱一下，然后我就说哎真的好久不见，然后就开始就是聊工作，应该好久不见不需要抱一下，很多人吗？很多人吗？那时候旁边有其他工作人员，类似乐团的那种感觉，不是待会没事嘛，待会都坐我车啊，不要送他们回家，先抱一下再送他们回家，对。好，那长那么漂亮有被骂过吗？工作人员啊，导演啊。哦，有被就是大哥要求过，说比如说有一次我是所有的 show girl 都穿比基尼跟牛仔短裤，是，然后那大哥就说。你不可以穿牛仔短裤，你要把裤子脱掉啊，只能下面是三角形的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大哥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综艺大哥，不是，就是兄弟，是你认识的大哥，还是他真的是演艺圈是大哥？他应该都是，对，就是在我工作场合遇到的。他是目前幕后的。目前啊。目前的啊，现在大哥可以这样哦？对啊，那我现在还是二哥。然后呢？他走到我旁边说，他说我为了你好，你要博版面的话，你一定要把牛仔裤脱掉。真的、哦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所有艺人跟。你可以模仿他的语气讲话给我们听吗？他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语气。那会让你对演艺圈失望吗？就还好，就是懂得应对就知道，就还好。这种算是这个言语上的骚扰了，对啊，有没有那个实际上行为来骚扰你？应该要透过就是那个抱一下而已，就是抱一下。或是就是可能拍影的间就是拍，然后就还会这样磨。磨啊！你好啊。对。孔哥，不行嘞，太明显了，工作辛苦了，不行这样，这样会被抓去关了。太辛苦了，你们同行有说过说要红就要抄绯闻，有一些资深的学姐就要抄绯闻，要红要抄，只有少部分建议我，就是说就是叫我跟艺人共存计程车，
车。共乘计程车算什么绯闻？然后就是看就是能办，就是有办法被拍到就赚到。哦。或是让他载你回家，最好不要。对，这个不是好方法。对啊，对啊，我都。万一虽拍的是白云，怎么对啊？一辈臭名，英明就完了。真的。没有，我都没有。不过还是靠实力啦。对，好不好？那希望你能在那个演艺圈呢，尽量不要再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事情。好，谢谢。好不好？来来，请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欢迎下一位 Rima。Can you speak Chinese? 可以，中文。Rima 混血儿嘛，哈。哪里呀？台湾和黎巴嫩。黎巴嫩，哦，好酷哦，嫩哦，好恐怖哦，黎巴嫩，好久没听到这个字，什么武器？什么武器？是爸爸是黎巴嫩人，对，爸爸黎巴嫩人，哇。爸是反抗军吗？不是啊 ，OK， 哇，黎巴嫩，黎巴嫩讲什么语言？不聊。黎巴嫩文和阿拉伯文和法文。阿拉伯文，阿拉伯文没听过，你讲个阿拉伯文呢？给我们听听。国光帮帮忙，没有国光帮忙啊！随便讲一个问候的阿拉伯文给我们听听。好 ，Marhaba Kifik。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不聊，很好听呢。就是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所以黎巴嫩女孩是不是就是我们看那个新闻里面要包起来？没有，那没有回教徒。哦，回教徒才需要。黎巴嫩是以色列旁边嘛？对，黎巴嫩是有一半回教徒，一半天主教。你去过吗？去过，很漂亮。你去干嘛？回家。回京去啊！去干嘛？真的？不是，我以为他是那里的祖籍，然后在台湾都没有回去过了。没有。美貌才艺兼具，受夸奖不当一回事。I'm a bad boy, cause I don't even miss her. I'm a bad boy.唱歌很好听耶，谢谢。有点紧张，抖音。没关系，有哪些作品？王力宏。哦。罗志祥。哦。吴克群。哦。吴克群。飞龙海。哇，好狠哦！都是帅的耶。哦，天王级，真的。天王级，还有帅到不行。真的。对啊，那我们看看他的作品 VCR， 请看。我是欣赏王力宏，虽然我没有讲什么话，就一点点这样，可是就他的才艺。那你为什么跟他谎报年龄？跟谁？跟王力宏啊？为什么要谎报年龄？因为公司就是怕我太年轻，然后可能他们不愿意，所以你是报的大了。对对对，不是王力宏。没有，那时候我才17岁，他们要我报26岁。以少报多。对，所以我就。那你不生气吗？有点夸张的。而且人家说26，还算年轻点，看不出来。哦，那很特别。对啊。哦，你17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得很成熟。对啊。干嘛难过？不要难过。对啊。因为混血轮廓比较深啊。对对对，因为尤其外国感觉比较成熟，外国女孩子比较早熟。进演艺圈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或不舒服的事情？有啊，就是之前。现在也是啊，就肉肉的，所以常常会被肉肉的，哪里肉肉的？全身都肉，被吃豆腐在，很肥，没有就会被服装师就是讨厌，然后就会给我小一号的衣服，然后让我塞不进去，让你看起来更肉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有这么坏的吗？有，是不是小娟啊？开玩笑 ，OK， 哎，那这样其实对你们很伤哎哈。不啊，自己才肉。就你真的肉吗？还好啊，我觉得你还是要再。那个体重要再少一点，是公司有这样跟我讲。OK， 两位美女，你们觉得她肉吗？她们太瘦了。会啊，你怎么会瘦嘞？请问一下，你广告临时被要求脱光光？对，因为她的剧情。AV 版吗？对啊。脱光光，脱光光看。对啊。场上看你是 ，sorry。喂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那个是在描述一个女生，就是早上起来要脱光光换衣服这样，可是他就临时跟我说他全部脱光光，然后就只贴就是胸贴，然后就要盘起来这样。是什么产品啊？那个照相机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都不贴胸贴，很厉害哦。很厉害。是不是？所以你听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吓一跳？跟你印象中的不一样，尺度。有一点点，可是后来也没有播，因为我爸不准。有拍啊，有拍。我那不能走啊，哪好意思走？对，我们去现场叫我们脱光光，我们也脱了，干什么？对啊。你爸去走来走去的，对，还没拍就脱了，正面对着镜头的，我也。爸爸在现场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后来回家被。你跟爸爸讲，然后爸爸再说。爸爸在现场早就打人了吧？对啊。对了。当场马上就圣战士的装扮，对。对。那你不是等于那个广告？没有，那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Okay. 他只是想要临时、中间的一个片段而已。对对对，前面这个。那片段抽掉就对了。对对对。OK， 请问一下，圈内有艺人跟你要电话？有啊。真的。白宇，退退退退退！不会，搞不好是你。没有，不可能。你连退别人，因为我没看过他。我也没看过他。那对，是什么情况之下跟你要电话？没有，就是在休息聊天的时候。上什么节目可以说吗？没有，那是 MV， 是 MV， 对，跟飞龙海他们拍的时候。所以飞龙海跟你要电话？不是每一个。不是每一个。有四个。这就代表是天王杀手了。OK， 对。飞龙海要电话，天王都喜欢。对呀、啊。哇。对不对？你说白云那就是不行。对不对？高的还是比较 OK 的，所以我们才会请他来嘛。天王杀手。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美女都有才艺的。欢迎他表演自弹自唱。She's a good girl, loves mama, loves Jesus and America too. She's a good girl, she's crazy about上面吗？没有哎。哇，你马上被签走，真的哦。真的。嗯，你现在有签约了吗？对，所以。就经纪公司。啊，可恶。那谁签的？白云来签他。不要。哪一家？你白云啊。Star Maker。Star Maker。不过你不错啊，你看你长得漂亮，然后又会唱歌，这将来很大的发展空间。谢谢。对。哦，开心哈。可以发片了。好。而且我觉得你长得很像王力宏的女朋友，有那种画面啊，夫妻脸。嗯。开心。OK， 希望你接下来啊、哦，可以多方面的发展，谢谢，好不好？不要把自己这么会唱歌或这么会弹吉他这一方面，不要浪费了。对对对，要让大家知道，啊、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来，谢谢，请坐。主持节目误入歧途，受害者近在眼前。主持过节目？哦，什么节目？一个 call in 节目，啊，那很好啊。国光帮忙，欢迎第四位出家群。
出家庭。哦，我们好像看过你哦。嗯，什么？在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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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可以讲吗？在哪里？不要讲哦。哦，不要讲。在店里是不是？嗯，不是。是他嘛，对不对？跟我们没关系嘛。对，应该是他，只有他。啊，我们也有关系。没有吧？我们聊别的，我们聊别的，快点，聊别的。请问，哎，跟过什么样的大明星合作过？我有拍过仔仔的 MV， 还有朱孝天，然后还有，还有。妥哥就是妥中华，那你认错人了，你不是跟我见面，是在妥中华吗你？然后还有吴孟达，哦吴孟达，吴孟达也出唱片、啊，不他不是是拍戏，拍戏，拍戏，老少通吃啊，哦厉害，是是是。然后还有萧敬腾，哦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你是演戏多还是拍 MV 多？演戏现在还在演戏啊。那你跟谁合作的时候最有感觉？朱孝天，好好，那他有讲吗？他跟朱孝天有传过绯闻嘛？哦，对对，曾经，对对，没关系，曾经的事情就不要承认。传绯闻没有关系，不要传丑闻就好。真的，好不好？得到的印象，那跟你跟他合作以后完全不一样。哎，我觉得都还蛮差蛮大的。什么意思？像达叔，就吴孟达先生，大哥，他私底下就是很爱泡茶，然后讲道理啊，或者是哦，比较就是不是那种喜剧的形象这样，很好啊，蛮符合他的好爸爸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还有谁？仔仔。仔仔也是啊，仔仔也泡茶，然后讲道理。我跟你讲啊，叫你泡啊，阿里山。冬茶最屌的，我觉得他有这个潜力哎，其实他私底下也是爱讲道理，爱泡茶的，爱聊天啊，爱聊天，他其实很活泼的，私底下很可爱的一个男生。那你在去工作拍摄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啊，就突然到现场叫你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？最近是有遇到谁？拍戏的时候吗？是拍一个 MV， 好 MV。然后呢，这已经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突破，在就是一次之间发生。怎么了？就是他要我涂脚踩脏了，然后。那是什么 MV 啊？然后踩过去还要是那种就是没事这样踩过去的画面。哎呀，哇塞！然后有脚的特写。你脚涂脏了，赢！你是拍台湾卫生署的什么？MV 吧，对啊，那为什么要这个？就是为了一个意境吧。这个意境，这个意境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导演厉害了哦。嗯。我恨小强。对。这样吗？而且他应该意境更强一点，这边踩蟑螂，这边吃老鼠。差不多意思。啊？就是要活在垃圾之中。哎呦！所以那是那首歌的这个比较抽象的意思。为什么南拳妈妈他们拍 MV 叫你穿一件内衣什么的？哦，那是去试镜的时候啦，因为跟他们常常就会有一些比较想要比较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一样的画面或者是性感的画面，所以他就是直接就拿，那时候是跟周杰伦试镜，然后直接跟他试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这个拿去换一下，然后那时候我大概才29、20吧，然后我直接拿了，我就说，谁拿给你？周杰伦的，哎。他去换一下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个，这个换一下啊。哎，很屌哦，有，快去。结果真的换了。还是有换。就是他一件式的吗？就比基尼啊。哦。不是比基尼，内衣。内衣。真正的内衣啊。等于讲，那熊下身穿什么？内裤啊。哇，那真是蛮色的。后来有拍吗？听到了没有？没有拍，因为公司觉得那个。那很怪，可是后来有那个 MV 对不对？后来有，不是，就是他们找别人。哦，不是你。南拳妈妈。不是，就因为你的那一句色胚。
所以现场有谁？现场你在试镜，现场有谁在参与这个试镜？弹头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艺人的 NBA 主角，就周先生。周先生，这周先生自己。周先生，那有没有艺人呢、啊？吃你豆腐？吃我豆腐不至于到吃豆腐、啊。言语上的这个。有没有像那个刚才是哪个景兰？对，抱一下，好久不见，抱一下。对啊。我们现在拍这个偶像剧也有纳豆啊，我刚刚有听他说。OK OK， 他怎么又来了？他怎么了？他又怎么了？是他基本公式吧，就是抱一下。没有，他在现场，他对我就是他，因为我演他妹，所以他就是对我无感，然后就外在哎妹妹。可他对现场的辣妹就是。欸、他演歌啊。哦他身高叫哎妹妹，类似玩这个，再用这几招，这样也要哦，纳豆这样也要挺哦，怎么会这样哎？所以这个白玉纳豆这一对哦，一个叫妹子，一个叫妹妹这样。对，那你出道多久了？我出道有六年了，六七年了。OK。因为之前是在当模特，然后也有主持过一些，有主持过节目。哦，什么节目？什么节目？哎，和 MTV 的一个 call-in 节目。那很好啊，因为我怕人家跟我讨债。讨债？嗯。你个人主持吗？你欠了钱就跑、啊。所以你在扣音的时候顺便啊，谢谢你的扣音，麻烦借我两万。没有，不是这样，是。你欠人家钱。我那个节目是要叫人家打电话进来，然后就是送奖金。哦。嗯。哦，结果就啊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主持的啊，我知道那个节目，好，那剩几秒，然后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还有火柴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都知道，几根火柴，因为那个轮流几个辣妹在那边啊，你也不知道她在讲什么，你们都被骗过了。那好，谢谢林先生，我们现在来拆火柴了。对。你诈欺嘛你？对啊，你那个不是你那个电视版的0204嘛？啊？我们电话是0204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我靠！哎，那你比我们经验还丰富哎。对啊，你好厉害。哇，做到这么紧绷，是深夜三点？没没没，每天。那时候是每天带妆，每天拉两个小时，然后。这样还可以搞两个小时啊？我快疯了，而且他是在。飞到匈牙利，然后从匈牙利 live 到台湾时间播出，所以那时候我是凌晨三四点录影，差问题。然后我在现场，其实摄影师已经拿着镜头在那边了。OK。然后镜头一直晃，然后我看到他那，我就哦，现在又剩三分钟。不是，等一下，飞到匈牙利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它是外包的节目，然后是在匈牙利的一个，全世界有48个国家都有这个节目。是。然后，所以他把所有人都送到那个地方去录。你去匈牙利录的？嗯，我在那边住了半年。哦，不是在台湾录完，然后送袋子送到匈牙利，没有，他是 live 的。对啊 ，live 直接在那边录啊。好有勇气耶，不怕被卖掉。嗯，不会啦 ，NTV 台怎么会？对啊，匈牙利人都很凶哎。不是，是因为匈牙利很嫩啊，匈牙利就。一点都不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现在还在拍戏，希望你能够越拍越好。哎，有一天能够啊，在那个颁奖典礼上领奖就正点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坐，谢谢。四位，有听过我们《魔幻力量》作品的，请举手。你看，哦，你看多开心。不赶快说谢谢，发呆，还在了不起。结果这位唱歌的那个双臂凯的没有你扣比凯的，扣比凯的 ，Rima， 扣比 Gray， 但是真的看得出来，他们真的是天王级的杀手。对啊，每个条件都不一样，而且态度都很好，对，亲切，然后不会怕生，没错。好，希望你们这个在接下来的演艺生涯呢，能够发光发热，好不好？然后尽量远离那些苍蝇般的艺人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要听到白什么云，对对对。OK， 好，今天谢谢各位参加国光帮帮忙，谢谢。